你的和声应该说是配的是正确的，但是不要完全按照和声书的规则来配弹，更多的要遵照艺术的规律，让它有美的感觉。你可以把刚才我们前面那个学的那个线条的手法用进去，比如说你可以弹成这样。 中国有相当多的一些歌曲，作曲家是没有写好伴奏的，因此在上课的时候，必须要有老师即兴的弹出伴奏三步来，这样子就形成我们所谓讲的即兴伴奏。其实它从技术和教学角度来讲，应该命名为即兴演奏。这个课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没有的，这样就造成了。 整整一代人，甚至好几代的学生，他们没有多声部的音响感觉。当他在工作中需要他配伴奏，或者需要即兴演奏的时候，他就完全不会。然后我们一些人得到了这个共识，需要在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当中，逐步的普及多声部音乐的思维，开展键盘和声与即兴演奏的教学。 后半部分的那个副题的一个部分比你那个主题要弹得好。我们这个课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理论体验实践，实践印证理论。其实我讲的是60-70%的共性规律，只要我们在原则性框架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鼓励大家以各种思维去创造、去发散，然后去扩展。同样的作品、同样的作业，每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把每个人的个性因素开发得更好。 好，这又是一个不同的版本。彭博呢是几乎把这个节奏形式贯穿始终的。徐夏楠呢，有一个像影子一样，然后在正式的曲子开始，对不对？几乎在每一段上，他都有变化。最终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音乐形象而服务。是我们如何去使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脱离实际，不要只是觉得背纯理论，这个是没有用的。现在太大的问题就是。 过分的注重手指头跑动快，而对音乐的内涵理解不够，结果呢，音乐的效果就大为逊色。比如说，现在中小学各个学校都有合唱比赛，原来就卡在这个问题上面。如果这个合唱曲是没有伴奏谱的，他就没法演唱。现在有了，我的学生去了以后，各个班级的同学都到这个班级来排队，给他们一个班一个班去弹，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活动。 学生很有成就感，学校也很开心。还有呢，就是传统的舞蹈音乐，作曲家写好，然后呢，让跳的人按照那个节奏去跳，演员经常会感觉到很受拘束。现在是由我们看他的动作，直接手上出音乐，所以他们表现就会更加自如，对艺术水平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谈舞蹈即兴的时候，你的手上的功夫必须是过硬的，就是眼睛必须捕捉到舞者的非常细致的肢体动作，得抓住每一个训练动作所需要的要求。我们在演奏中会有一些呼吸、速度以及拍子上面音色质感上面的一些区别。它的创造力也就体现在我们怎么样在相同的律动方式上去编比较适合这种方式的一些音乐。 其实对我们是很有挑战性的。动力腿力量带上，啊，好一点。我们即兴演奏审美的标准呢，其实是大家原生就有的。每一个人都有耳朵，我们的作为一个即兴演奏者，需要去通过自己的耳朵去听，自己去鉴别。 什么是不美的？什么是美的？我只能告诉你，有两个极端，肯定不美的。拿起琴来乱弹，我这样弹，肯定不美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是死板的，以此类推。你就要找两个极端中间的那个结合部，在不同的风格曲子当中，你的这些手法的运用，实际上是要因曲而变。 因情绪而变，所以这里需要学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甚至有一点
思考和感觉结合的悟性。停停，这里其实你应该用这个和弦。它这七和弦效果就比三和弦会好很多。对，这个是本身的目的，我就是想要让它气势饱满，对不对？我们音乐教育系的这个平台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同时有声乐课，有钢琴课，有理论课，我们的学生是非常全面的，能唱能弹能跳能打击乐，能做任何的事情。这个给了我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跟我们的钢琴演奏的作品，以及我们的一些声乐作品，以及我们更多的一种实践的操作上挂钩。所以2004年开始，我们的结业都拿音乐会的形式来体现，一直持续到现在。音乐其实本身它就带有很强的即兴性，当他没有学过即兴的时候，他弹贝多芬就算一个音不差的把它弹下来。他说我学了即兴以后啊，我就感觉我是贝多芬，我就音乐就从我手下流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从我的理想的要求来讲，我是希望每一个学钢琴的同学都应该学一点即兴，不需要学得很好，但他必须要懂。对这样的学生来讲，他的艺术水平和演奏水平啊，他就大大提高一层。为了做好这件事情，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决定从明年开始起，把即兴演奏纳入到全国业余考级的体系当中，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工作啊，是一个朝阳企业。